位观众，在中国社会中传说着几则仙凡爱恋的故事，有卖身葬父、西湖借伞。今天中国民间故事将为您精心制播传说中的另外一则，我的太太是神仙。林间，你擅自使用震天功，震得天殿梁柱倾断，你一触犯天令，还不知罪？林烟只是一时好奇，并不晓得会犯下滔天大祸啊！林烟仙子，既已犯错，理当受罚，玉帝责罚你下入凡间三年，修业不果，望你此去凡间行善积德，以求早日回返天庭。来呀、啊，哥二，将林烟仙子打入轮回道。修行500年的机关，大战有1000年道行的狐妖，一妖一怪，对峙在风中，空气都凝结成一股肃杀之气。为抢先机，机怪使出了一招。每回想到这儿，就想不出来了，该使出哪一招呢？大鹏展翅，开窍了，就这一招。哎呀！机怪使出了大鹏展翅，冲天而上，直逼狐妖。飞过的那只鸡，不只是念头一闪，好像是真的。哎，你不在鸡笼里待着，跑到我房间里来做什么？看你往哪里跑！小畜生，这是老娘的地盘。看你往哪里跑，躲躲不了了，给我出来！给我出来！小妈，你演个畜生去，吓死我了！你，小妈，你在找什么宝贝啊？宝贝，哟，瞧你啊，这个宝贝啊，只会往富贵人家跑，像你这个穷酸薄命啊，就是有什么稀世珍宝，也不会跑到你这儿来的。哎，你们看那只鸡啊？鸡，鸡不是关在笼子里吗？老娘啊，本来想把这只鸡啊宰了，让它早登极乐，
想不到他不感激我不说，还咬了我一口上。没流血吧？切，你希望老娘流血啊？啊，我当然不希望了。我每天啊都祈求上苍保佑舅妈岁岁平安。嗯，这还差不多。要不然呢，我有什么三长两短什么差错，我看你吃哪住哪。喂，七真的没有到你房里来？如果有，我敢瞒舅妈吗？要是见着他，下来见我。这个机会说话。奇怪了，你不会叫他？哼！哎呀，你呀，真是向天借了胆，什么人不惹，竟敢惹我那个仪态万千、凶悍泼辣的舅妈？没让他找着你，算是你命大。我是身不由己啊。哎，那你可以。哦，你是说你本来是天庭的灵烟仙子，因为触犯了天庭的天条，被玉帝抵贬下凡，却又误入了畜生道，所以才附在这只鸡身上的？正是如此，请你一定要相信我。就算是我相信你的话，可是我是有忙帮不了有力无处使啊。你可以的，只要你啊。牙齿，臭畜生，你在哪里？舅妈在。表哥，你们要干什么？啊，瞧你好样啊，你呀、啊、吃里扒外，胳膊往外弯，搬起外人来了啊。外人了、啊，哦，舅妈，你是说这是鸡啊？它只是个鸡，不是人吗、啊？不是人，那你干嘛用人话来跟他沟通啊？白令，白兄，把这鸡给我抓起来。是。表哥，不要，舅妈，它只是一只鸡，你何必跟他怄气呢？怄气？哎，你处处的护着他，难不成说你们之间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啊？我，娘，桌上你的咸饭鸡已经抓了，再次推锅巴落，请。你族生老没有手段心，现在阿贵为了你啊，跟我恶语相对，你是个祸水，看老娘呢，今天啊就派人的斩立决杀了你。来来来，哎，不要！哎呀，娘娘娘娘娘，哎呀，娘娘。舅妈，表哥，今天得罪你们地方，请你们原谅我，改天我再来向你们赔不是啊！要不你是鸡鸡鸡，敢不顾老娘的死活？这家屋子的主人已经举家搬迁了，每回我心情不好的时候，就一个人跑到这儿来独处。哎，为了我又给你添麻烦了。哎呦，既然帮了你一次，也不差再多帮你一次了嘛。谢谢你的善心。日后我会回报你的。你给什么回报不回报的了？不过表哥跟舅妈正在气头上，咱们只好暂时在这儿栖身。嗯，你的声音好甜好美啊，不知道你本人是不是也长得这么甜美啊？你想瞧瞧吗？当然想了。可是你毕竟只是一只鸡呀。如果你能帮我找一个人，我就能回复人形的。你让我找谁？土地公。那简单，我现在就去找他。哎，你不是存心寻我开心吗？这找人容易，这找土地公比登天还难呢、啊、一点也不难。你让我出家当和尚？不是，你只要拿着禅杖往地上敲打三声，土地公啊自然会现身来见你的。有劳张公子了。哎哎，你这个混小子，你这是存心把老乡住住的房顶给踩塌了是不是？哎，不是我，是他。哦，
是你呀。凌渊仙子，啊，果然人如其身，又甜又美。凌渊仙子，见过屠公子。免礼，免礼。玉帝早前就预告老仙，虽然他准你恢复原身，但是有重要的任务要你完成。玉帝圣命，凌渊不敢不遵，还请土地公详实以报。哦，要你度化。公子，土地公这……哎，这天机不足为凡人道也，就叫这个小子啊小气办傻吧。不知玉帝要凌烟度化何人呢？玉帝要你度化这三人，第一个人就是他，他的名字叫张贵，乃是个三世的寒酸苏氏，并且和你有三代夫妻之缘，你要助他苦读寒窗，求取功名，以造福天下百姓。嗯，那第二个人又是谁呢？这第一个二人，他的名字叫做吴本立，是个三世的大淫虫。玉帝要你助他收敛淫性，严守一夫一妻的正常生活。凌烟当竭尽所能。玉帝要你度化的第三个人，乃是三世为娼的烟花女，她的名字叫小该。凌烟当尽全心全力完成玉帝所托。当你度化此三人之日，也就是你补过修业之时，届满修得善业，方能重返天庭。嗯。哎呀，我的使命已经交代完毕。要是没事的话，老仙要回去睡个回笼觉了。哎，老土地。哦。老仙去也。哎，真的有土地公哎。乃是终身大事，你觉得应该不应该找个长辈在场？嗯，啊。哎呀，又有什么事啊？把老仙给找了来啊！老土地，你知道我跟张公子缘定三生。我们郎情妹意，愿定终身，还请老土地为我们两个扶正。哦，成成成，老仙人呐，愿天下好事皆成双。哎，不过这坏事儿，别找到我老仙身上啊。多谢老土地成全。哦，小事儿帮忙，大事儿酌量。你们两个人都准备妥当了吗？好。一拜天地。哎，这你们俩穿的衣服太不体面了吧？这样才有点喜庆味儿吧。好，吉时已到，婚礼开始，一拜天地。二拜高堂。成成成成成，老仙呢愿意好事做到底，就全从二位的家长吧。二拜高堂，夫妻相拜，送入洞房。好几百年没做这种干瘾了，我是好生快活呀！哈哈哈哈。
分是大阴锤，你本命。好，说对了，该的啊。来，姑娘，请留步。有什么事？以前没瞧过姑娘啊？哦，我昨天才出来大阪城的。啊，难怪了。所以姑娘不了解咱们大阪城的规矩。规矩？还有规矩啊？嗯，一个姑娘家，只盯着男人瞧，这就是默许，私定终身的暗示。啊，真不巧，昨天我才把我的终身给了另外一个男人。啊，嫁人了？哎呀，真是可惜呀。不过，哎呀，瞧你生活过得挺清苦的，你长得这么漂亮，应该过点舒坦的日子吗？日子虽苦，不过我过得有如神仙般的生活。哎，没有钱呐，就连神仙都难过活哦。怎么样，跟着本少爷，保你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啊！你真的能够给我快乐吗？那当然，只要有钱，别说是快乐，就连青春都能买啊。考虑考虑。我爹啊是在朝为官，我吴家在大阪城可是数一数二的大户哦。既是大户，那一定是宅大院深喽。那可不。我姥姥啊，从去年立冬，打从东厢房出发，到现在夏至喽，还未到达西厢房呢。那吃的是山珍海味了。哎，穿的是绫罗绸缎。那么请问，春风客栈的吴开、吴掌柜的是你什么人呢？这。啊？啊！我爹十天前他辞官，他闲得无聊，开家客栈，排遣寂寞了。多谢你的抬爱，我相公啊还在家中等我呢。你相公，他怎么会晓得我爹开客栈呢？瞧他长得美若天仙，真不知道这朵鲜花插在哪一坨牛粪上，真是！姑娘，你账都还没给我清就想走？舍者来日再结吧。舍者，你今天要不把钱账都一起给我清了，我看连来日都没有。哟，为了一点小钱，你竟敢威胁姑奶奶我？你不怕我一吆喝，我那群恩客全都蜂拥而上，光压就把你压死啊！我不管了，今天要是收不到你的钱，就别想给我离开。我看你是活腻了。我这话出去了。你，这没得商量吗？没得商量。好，你够硬，我欣赏你。不过，今天出门我忘了带银子，只带着身子出门。小兄弟，今天我就用身子来还钱，你说好不好啊？哎呦，天底下哪有你这么不知羞耻的女人啊？那你就是骂我是淫妇了。一点也不错。姑奶奶，我只剩这身子值钱了，要不要随便你。你这身贱骨头啊，比我昨天卖的猪肉还臭，抓龙见惯去。走。他一共欠了你多少钱？前前后后总共三两。你人仗义疏财，姑奶奶我欣赏你。以后啊，你若是落难到咱们醉香楼的时候，帮你以后日子好过。谢啦。三十娼妓，小刀。相公，你要上哪去啊？到镇上置画摊赚钱营生啊。现在是两个人过生活，勤快一些。我们不急需这笔钱呢，
当然需要了。以前啊，一个人过活的时候有一餐饿一顿的没关系，可是现在有了你，绝不能让你受半点的委屈。有你这句话，虽然吃苦，不过心里也是暖暖的。可是啊，只要咱们把生活掐得准，日子啊总是能过得下去的。那我总不能赋闲在家吧？那好，你只要答应我做一件事情，家用方面啊就由我来张罗。哪桩事啊？寒窗苦读，考取功名。那个容易啊，可是外人会笑话我是吃软饭的。你是在乎别人的指指点点，还是要求一辈子的成就呢？我当然选择一辈子的成就喽。这就对了。所以啊，从此刻起，你呢只要专心用功读书就行了。来来来来来，坐下。为了我，也为了你自己，更为了天下苍生的福祉，所以啊你要好好用功念书。嗯，该死，原来阿贵就是那坨牛屎。老天爷，阿贵那个蠢家伙哪点比得上我？你也太宽厚他了吧。阿贵啊阿贵啊，咱们可是哥俩好表兄弟啊，你有的东西怎么能少了我这份呢？是一路闻香而来。你有事吗？没事儿。没事的话请你速速离去，我相公他快回来了。不急不急嘛。我有个表弟，不知道你丈夫认不认得他。叫什么名字啊？他叫阿贵了。我跟他是从小穿一条裤子长大的啊，吃喝玩乐都在一块儿，所有东西都是一人一半呢。既然你是他的妻子，那当然也是一人一半喽。你想干什么？还有妻不可欺，更何况阿贵是你的亲表弟。这我知道了。朋友妻当然是不可欺了。不过阿贵妻啊，我就不客气。等一下。好，等一下。你先答应我做一件事。我当然是没问题啦。别说是一件事啦，就是十件事、百件事，都行，没问题。什么事？快说。你在地上用力踩三下。在地上用力踩三下。这其中有诈。这是我们老家的规矩，如果你不愿意来踩的话，那我来踩好了啊。你可不能踩呀、这种苦差事儿啊，由弟子我来扶起了啊。踩三下。要求我的我都做到了，那你答应我的丑礼。这玩笑开不得，这一下下去我爹娘会骂人的。
后头，你给我走着瞧。姑娘，请留步。你在叫姑奶奶我？是啊，姑娘。这全大阪城的男人，不是管我叫骚货，就是叫我淫妇。已经好久没有人叫我声姑娘，感觉真的好好。姑娘，我……这是什么啊？姑娘长得这么漂亮，如果再配上我的胭脂水粉，那就更迷人了，是不是？是。可是我一向出门只带身子，不带银子的。哎，不用你半文钱，我送你的。送给我的。那你到底在撺掇姑奶奶什么啊？我来说。像他这种男人啊，就是标准吃软饭型的。嘿，小戴姑娘，吴大爷，有事吗？当然，没事儿会找你吗？有什么事啊？好事哦，咱边走边说啊。关于这个事情，哎。哎呦，你怎么了？哎呦，宝贝儿子，哎呦，你怎么伤成这个样子？哎，怎么回事？是阿贵，他存心要让咱们吴家绝了后啊！哎呦，又是阿贵那混小子！哎呀，你怎么知道阿贵住在什么地方？我是。哎呦，疼啊！哎呦，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！哎呦。老头啊，你没看到儿子伤成这个样子，你还就问了没完没了的？你倒有没良心啊你！你不是在屋内吗？哎，什么时候跑到外头去了？我怎么没瞧见？这人家想你嘛。哎，瞧你就隔着一扇门，哪能想成这个样子？这用心想人的时候，一扇门就如同一座山啦，感觉好远好远呢。你这么远吗？我怎么觉得没这么远呢？真的好远呢。以后啊，我就要这样缠着你，逆着你。相公，你在跟谁说话？当然是跟你在屋里面。那在我身后的女人会是谁啊？哎呀！哟，干嘛？连老娘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。小甘。哟，是你呀、啊！我还当你是什么正经的女人呢，原来你也在卖的。胡说，她是我的。我在卖，我把我的真情真意都卖给了阿贵，而且这今生今世只卖给阿贵一个人。呸！一辈子只跟一个男人，大多没趣啊！而且，你把一辈子都卖给了他，你敢担保他就会一辈子守着你吗？若你真心待他，他自然会全心全意回报给你。你会这么说，是因为你不了解男人。你知道这男人见着女人又是副什么样的德性吗？你不要在这儿信口雌黄，搬弄是非啊！让他说，这男人啊，一见到漂亮的女人呐、啊，通常就会脚软，然后就……你错了。要发现一个男人的好，不单只是用眼，用身子，更重要的是要用心。你若真心真意对他，他自然会全心全意的回报给你。我，哎呦！看来姑奶奶今天我可是秀才遇到兵，有理说不清了。反正我没闲工夫跟你在这里瞎扯。哟，说的也奇怪，这男人还可真是成婚前成婚后都不一样了。怎么，
今儿个我怎么瞧你就是没有以前来的顺眼，你呀变得可真快啊。哎，想通了。哦，想到什么法子对付他们？啊，这样子啊，这样子我怎么能消我心头之恨呢？儿子，娘啊是很想把他们啊这个千刀万剐，可是啊这么做这是犯法的耶。哎，为了他们犯法这么划不来呀。哎，好了，你就以后啊不要胡思乱想。那可是我啊，好了，我到前头啊去帮你爹的忙哈，不许胡来啊。臭不保非君子。现在风和日丽，真是踏青的好天气。孰料我却奉了娘子之命在这些书前面与书为伍，岂不辜负了这美景良食吗？人啊，如果只瞻前，那么将来呢一定会晚景可怜的。娘子，你呀、啊，是愿意苦一时想一世，还是想一时苦一世呢？哎呦，我只求一天的舒坦，这不该会影响一辈子吧？若我今天给了你一日的清闲，改明天呢、啊、就跟我要两日的清闲；给了你两日的清闲呢、啊，你又会跟我要一个月的清闲；给了你一个月啊，你又会跟我要一年。哎呀，人家是个知足的人，我不会啊，得一寸进半尺的。好逸恶劳，原本就是人的惰性。只要任意开了头啊，就难收尾了。好了，你好好念书，我出去一趟啊。哎，你要上哪去啊？哎，这外面啊常有盗匪捡进，要不要我陪你去呢？如今天下大治，四境升平的，何来匪盗之说？哎，万一碰上这个好色之徒，垂涎娘子的美色，这身边总要有个人帮衬啊，要不然那岂不是很危险？你的好意啊我心领了，不过啊你想出去的念头可是不会得逞的。好了，你好好念书，我啊出去一趟啊。哎，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你要去哪里吗？这几天啊我做了一些刺绣品，我想拿到大街上去兜售去啊。不许去。为什么呢？哎，如果我让你出去抛头露面赚取生活家用，那外人会怎么说我？你不让我出去出发点只是怕别人会笑话你。那可不，我又不缺手又不缺脚的，如果让你出去抛头露面，那外人会笑话我是吃软饭的。日子啊是咱们两个在过，你却因为别人的看法而影响咱们两个和谐的生活。哎，千夫所指无疾而终，人人可畏嘛。那好，你我啊就成天坐着大眼瞪小眼的，这个生活啊就能从天而降了。哎，大不了出去卖字画。你出去卖字画和我出去卖刺绣有什么差别呢？哎，那差别可大了，我出去卖字画那是赚钱养家糊口，你要是出去卖刺绣，那外面的人就会笑话我是吃软饭的男人，这就是差别的所在。你只顾着怕别人对你指指点点，而不过我对你的殷殷期盼。他们能笑你多久？待你今往平民之时，他们还会笑你吗？这生活是要过一辈子的，你愿意你一辈子就在卖字画中虚度啊？至少我过得理直气壮啊。你只为过得理直气壮，而不愿意一辈子活得抬头挺胸。我当然愿意一辈子抬头挺胸了。那就笑由他人嘛，只要你肯寒窗苦读，待你金榜高中之时，告诉众人这些成功是你自己得来的。可是外人会笑。他们会笑你多久？一年两载？若你高中，到时候是换谁笑谁呢？当然是换我笑他们了。这就对了。好啦，你赶快坐下来读书，我走了。好。我
真的会高中吗？什么好滋味啊！是你啊，表哥。何苦勉强自己做不喜欢的事儿呢？哎，表哥，你怎么找到这儿了？嘿，大阪城就这么点大，什么事瞒得了呢？就像外头现在正传的一句难听的话，前后也不过一盏茶的时间嘛。外头都在传些什么话呀？这话是关于你的，所以我也不方便说的太多。哎，表哥，咱们两个人之间是有话不藏私的，什么话你就快说嘛。话可是传得很难听哦，你真的要我说？哎，与其从外人口中听到，不如由你这个自己人说出来，快说吧。好，凑个自己人一场，我就说，哎，可是这话可是热乎乎的，别烫着你的耳根子了。表哥，你就快说了嘛。好，外面人说，你没本事娶媳妇，就是为了靠女老婆吃软饭。是谁说的？我找他算账去。还有更难听的在后头呢。外头人说你没本事，干嘛要娶媳妇过门呢？不如买头牛回家，他照样能做苦差事儿啊。我不是这种人呐、啊、我不是这种人呐、啊、我早就跟他说过让我做个理直气壮的男人，他偏要我求取什么鸟功名啊。你有本事啊，就用行动做给外人看，去做男人应该做的事儿。姑娘，请留步。哎呦，不要再送了！你这小摊贩，你能再送我几回呀、啊？只要你喜欢，我愿意送你一辈子啊。这可是一辈子的承诺、啊。只要你愿意，别说是一辈子，两辈子、三辈子，我都愿意呀、啊。你，哎呦，你不想想姑奶奶我是什么出身呐、啊？这你跟我们是三辈子也搭不在一起的。哎呀，去！我看得出来他对你是真心的，你为什么要拒他于千里之外呢？你真是爱管闲事啊。你瞧这嫁错了丈夫还得出来抛头露面卖东西，挑起养家活口的责任。夫妻本是同命根，理当同心协力才对的。那你家的男人不也应该出来帮忙？怎么啊，你在外头抛头露面的，他在家里闲得住啊？他不闲，他为了求取功名正在家里捧书补读呢。这男人的承诺你也相信啊？哎呀，你真是太心软太好骗了。可怜可怜哦，至少心里踏实，日子过得实在啊。至少他今天愿意开口谈这个问题了。留下点钱。哎，瞧，男人游戏的天地呀、啊！男人游戏。赌博啊，这不好吧？娘子知道了会生气的耶。这就对了，凡是女人越不喜欢男人做的事，男人去做的话。
才是真正男子汉大丈夫。真是这样子啊？过不了，跟着我学做个真正的男人。哦，拿来。什么东西啊？银子。还要银子啊？赌博要银子啊？快点拿出来。下，瞧我的，哎，借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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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看看啊，压大，来，看，相公，相公，他不是答应我要在家念书的吗？怎么不见了呢？跟着表哥没错吧？对。不但有白花花的银子可以赢，当你有了银子后，别人才会尊敬你。嗯，你才是真正的男人呢。对，嗯，大哥，时候不早，该回去了。哎，你呀，男人才做了一半，才一半。嗯，另外一半啊，要在床上展现出男人的本色。哎呦，床我家也有一张啊。哎，谁家没几张床啊？家里的床是睡觉的，不是展现男人雄风的地方。那哪里的才是啊？醉香楼。醉香楼啊？哎，咱们哥俩先去喝两杯，表哥带你去见识见识啊。好，走。来了，韭菜来了，先进点韭菜暖暖身吧。哎呦，花钱来这儿睡大头觉，还是头一招见着呢。哎，是他。瞧你平常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，居然也跟别的男人一个样。不过小心肝，这姑奶奶我可是催谢你好久啦。夫妻本是同命根，你当同心协力才对的。这就是他要的一辈子承诺吗？不，今儿个我把他怎么样了，这份承诺还存在吗？哎，一路上教你的他都记住了？全都记住了，就是不许家里面的婆娘爬到咱们头上。对，就是这样。嗯，明儿个见。明儿个见。相公，你休想扶我，因为我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。相公，你去哪了？你知不知道我好担心啊？想套我的话，门儿都没有！我才不会告诉你，我去赌了两把，还上了醉香楼一次。我一个字都不会说的。那么你也不会告诉我是谁带你去那种地方的了？表哥真聪明，他早就料到你会这样子问我的，所以啊，要我说是我自己要去的。嗯，好吧，也许你真的是闷坏了，出去走走也好。相公，我扶你进去休息吧。哎，我可是一家之主啊，凭什么要听你的？你让我进去，我偏要在外面坐。好，你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，我就依你的意思。我先回房去了。能出人头地，难道我错了吗？怎么气馁了？我这么要求他，还不是为了他好？我又不图能够分到他什么。对呀，你这样做是对的呀，激起你的坚持，制止他沉沦下去啊。可是我要用什么法子呢？那你能想得到的法子，这个最好给他来一个当头棒喝，一下就把这混小子给点通了吧。
哎呦！都什么时候了，怎么有人叫我起床呢？娘子，也许是娘子体恤我昨天太辛苦了，所以让我多睡一会儿。若我对你的殷殷期盼却变成你的无形压力，那错在我。为了让你做一个真正的男人，我决定离开你，就为了我赌两把，喝两口小酒，生平伤了醉香楼一回，你就要离开我，这太不公平了。若你恶习一日不改，我一日不回；一月不改，我一月不归；若你一年不改，我则终身不返家。好坏全掌握在你手中，凌烟。不行啊，你不能就为这么一点小事就这样惩罚我。娘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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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娘子。哎，表哥。早。哎，都准备好了吧？表哥啊，他生气，他离开我了，怎么办呢？哎，这样不是正合了你的心意吗？从现在起啊，你就可以做真正的男子汉了。哈哈哈哈，你有了娘子，我男子还做给谁看呢？这都是你害的。我害的？你有没有搞错啊？我又没拿着刀子逼你去，你怪我？你有了娘子，现在的生活就变得毫无意义了。我要去找娘子回来，我要去找娘子回来。哎，阿贵，哎，阿贵，阿贵，哼，你们以为我会眼睁睁的看着你们夫妻过着和乐的日子吗？呸，做梦！给你的。你每天重复做一件事，你不觉得烦吗？怎么会呢？如果要我每天面对着你，我也不会厌烦的。我不要。哎，小开姑娘，小开姑娘，娘子。哎，小开姑娘，是你啊？你们有没有看见我娘子啊？你娘子是谁啊？就是那位卖刺绣品的好心姑娘。我知道我错，我要找到她，当面向她忏悔。你们男人啦，总是在失去之后才发现女人的珍贵。我只是一时的心头懵，才会受我那个表哥的蛊惑。我不是有意要气他的。男人就是男人，谁和谁又有什么差别啊？哼！就是你们这种男人，害得我们这种安分守己的人呐，在女人心目当中完全失去了地位。小开姑娘，小开姑娘，娘子到底到哪里去了呢？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的，气死我！你是谁呀？你是什么人？小宝贝儿，我昨天晚上没睡着，也想着你没睡呢，想死你了！娘，放手啊！放手啊！这个时辰我已经包下你了，我不会放手的。哎呦，姑奶奶，我坚决放手啊！这可由不得你啊！哎呦，你不要碰我！哎呦，敬你装圣女，今天大爷我花了钱了，今天非得到你不可。来，我亲一个。宝贝，你别走啊！不行，了，你放开他！哟，你这个臭卖胭脂的啊！大爷，我花钱包下了他，我怎么欺负他？你管得着吗你？我，你没话说了吧？啊，他是我未过门的媳妇儿。妓女配卖胭脂的。喂，往后啊，这个老婆接客，你这个做丈夫的呢，就帮忙画眉上纸本了。哎呦，臭卖胭脂的，
我劝你啊，你照顾事项点，赶快离开，否则惹毛了我，我把你大卸八块，快滚！我跟你拼了！哎呀！啊啊你真的敢丢我？你还不走？你还想敲打你？便宜你了。你来干什么？我只是想来跟你解释，我跟其他男人不一样的。你没事吧？姑娘，别哭啊！你别哭啊！我实在过腻了这种每天伸张手里的卖笑生活，我更痛苦那些男人就把我当成泄欲的工具。那你就离开醉香楼啊！你说得倒轻松啊！离开这里我还能做什么呢？你可以做我田家的媳妇儿啊！你真的愿意娶我啊？你要娶我，那恐怕得先帮我赎身啊！我全有了，这几年来啊，我省吃俭用的，别说是赎金了，就连聘金我都有了。什么？你在这等我，我这就回去拿钱，立刻替你赎身。你一定要等我，你一定要等我。哟，是你呀！你要风流快活，找别的姑娘去。姑奶奶我已经从良了。你要干什么？娘子，你到底在哪里吗？我就说错了这么一回，你就要离开我？你要走也把握一个解释的机会啊！娘子，找到了。找到什么了？我知道你媳妇在哪儿了。在哪里啊？醉香楼。什么？哎，不是，醉香楼里跟小开姑娘聊天聊得正起劲呢。话要说清楚嘛。你还杵在这干嘛？快去找她去啊！我去去去，我打。听到一声惨叫声，就赶紧报告蔡爷了。表哥，你告诉他人不是我杀的呀。我只看见他一个人在房里，其他我什么都没瞧见呢。还想枪毙，把他带回去。表哥，你告诉他们人不是我杀的，我是冤枉的，表哥。相公。相公，我对他下了这么重的威胁，他仍旧依然顾我。难道读书对他来说真的有这么困难吗？希望他能一辈子荣耀，他连这点苦都吃不下。
发生什么事啊？梦中昨天是真还是假？对，找来朵莉一问便知。老土地，老土地，怎么这个节骨眼上连老土地也不见了呢？有人在家吗？官爷，你可是张贵的妻子？明父正是他的妻子，有事吗？我等是奉了县太爷之命，特来报丧的。他因求安不成，出手勒毙死。小呆，我们大人为朕法典，判他绞刑。不可能的，我相公为人笃实厚道，他是不可能杀人的。请夫人节哀顺变，让死者早日入土为安。现在殿下碰到这个小子的魂魄，并向我诉说事由的经过，等老夫去到冥府向文判调阅生死簿，才知道这个小子阳寿未尽。阳寿未尽？那为什么阴官鬼差还要锁他的魂魄呢？哎呀，这项误判错在杨氏糊涂县官，为求绩效，不追查性命真相，速判速决是草菅人命。哎，这并不是冥府阴官鬼差来误事啊。我相公阳寿未尽，理当还阳才是啊。对了，老土地，现在是什么时辰？还正是午时啊。相公阳寿未尽，理当还阳。哎，你是不是想往地府拯救这个小子的灵魂呢？哎，这可是触犯天律的。天律，天律也是用来规范好坏分明的。要是这世间好人不能存活，恶人当道的话，那这世间岂不成了鬼魔之邦？是是。李嫣仙子，我相公他是受约而死的，更何况他的阳寿未尽，我要带他魂魄回阳啊！放肆！此处乃阴曹地，你虽是仙子，也不能乱颠倒阴阳秩序。我管不了这么多了，我现在一定要带他走。恕俺从命。那就休怪我动手了。嘿，嘿，嘿，住手！住手！住手！哎，老土地，这不能打呀！这么一打，到天上地下不是乱成一团了吗？他扰乱阴间秩序，我的黑兄弟啊，他是受冤而死啊，同时他的阳寿还未尽，哎，你们俩带着他过了奈何桥，他就回不来了。到时候玉帝要是追究责任，你们俩阴间能够担得起这么大的错过？我们也不会想捞个机器好过日吗？这就对了嘛，就凭你们俩的机智啊，老仙保证你们是欢运横冲。哎，好吧，那你们就走吧。
们。还我命来！害死我们，今天就是你的时机。爹娘救我。我是你爹！本立，不是我害你们，不是我害你们！不行，不行！就你们不找了我，我给你们磕头啊！醒醒啊！你醒醒啊！老头怎么会被这样子了？回到家里来了，你好心熟睡了一会儿。不对呀，我记得我出去找娘子，被人家陷害，让绳子套到我的脖子上，接着那眼睛黑气一沉，就什么都不记得了。相公，那都只是南柯一梦，一场梦罢了。娘子，你不要再离开我了。凡是夫妻，情分已经被拴在一块了，我不能离你而去，就好像你不能舍我而行一样。娘子，管教有方，自己不反省反省，还怪到我头上来。你怎么都怪起我一个人来了？我怎么找孩子会变成这样子吧？我该怎么？你这是……我看不如把阿贵找回来，也许他有办法。可怎么变成这个样子？人呐，总是要在尝尽苦头之后，才懂得人生的真谛。这回啊，舅舅和舅妈一定伤心透了。就是。干嘛？小盖。哎。小盖，你怎么没死啊？我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小盖啊，把事情都告诉我了。那天呢，我回家去拿赎金，等我回到醉香楼的时候，发现小盖昏倒在地上，问他什么事情，他却二话不说拉了我的手就走人。世间事真是多变，未免节外生枝，没想到反而连累了你。你呀，真是把我给害惨了。
好了好了，只要小该找到一个好的归宿，我就很高兴了。若不是你，小该只怕你要草草了结一生了。今天呢，总算是真相大白了。等我收拾收拾东西啊，咱们好好大吃一顿，我请客。什么节骨眼儿的，你还看下书去？舅舅，我什么忙都帮不了，就只有看书了。你这次回来呀，你舅妈高兴得不得了，她这会儿已经大彻大悟了，整天吃斋念佛，就希望她儿子早点好。哎，林烟快生了，你怎么一点都不急呀？这生孩子是女人家的事，我急也没用啊。水呀，你们快点拿水来呀！水，哎呀，傻小子，拿这有什么用啊？快到厨房拿一大盆热水。好，好，好，我这就去。水，水，热水，热水，热水。儿子，儿子，啊！啊！黄金。水来了，快拿！水发生了，啊，真的！男孩，男孩，哎呀，恭喜恭喜，阿贵！我做爹了，舅妈，舅妈，我做爹了呀！哎哎，快，对，你小家伙取个名字啊？这小家伙是上天赐给我和娘子的宝贝，哎，就叫他宝儿吧，张宝。哎，好记，好记，好名字！我做爹嘞！哎呦，这赵老头啊，到大街上接人，怎么接了半天，到现在还不回来呀？新科状元返钱了，新科状元回来了。恭喜，哎，恭喜恭喜！我总算没有辜负你的殷殷期盼了。好了，我看你们俩有什么话，到里面再讲吧。舅妈，舅舅，如果没有你们的抚育之恩，就没有今日的我。请受阿贵一拜。哎，好，快去，快去，起来，起来，走吧。点行不行啊？没有，人家是高兴的才哭嘛。恭喜恭喜啊！吃了这么多年的苦，总算是得到报偿了。能有今天啊，是因为家有一位贤妻。贤妻啊，我家也有一个，只是我这个家盐加多了。怎么，你嫌我闲啊？哎，怎么又看到宝了呢？宝儿啊，跟彩珠出去玩。彩珠，是我的女儿啦。嗯，说好的，这十五年之后啊，我们一定来提亲。好，这门亲接得好，好极了。来，先恭喜恭喜你们。各位观众，在芸芸众生之中，常以成败论人的一生，成功的人。靠的是99分的努力而来，失败者却将99分努力转变成99分借口，虚与因循，而往往在处事的态度上成败立现。